Did he hit me? Nah, it's just a glance.伸张正义都有错吗？这个世道就没法要了。叶，快点，绑在我身上。叶大哥，香港这地方，你得守规矩，遇到不公，总得有人站出来。There are two type of people: expensive and cheap. 来了干不来的，替我们办事。 不起，善不可施，恶不可长。你是第一个敢给我做对待中国人，这就是你伸张正义的结果。啊！你否则得了吗？公理呢？正义呢？唤醒。 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一教授，乜嘢都清楚。 What? When the hands cross, all will be revealed. I swear to always honor my Sifu, to be loyal to my brothers, and to defend the weak. This I promise as a disciple. To the very day I die. Can you please teach me Kung Fu? No. Teach me Kung Fu. Please. No, ho ho. Thank you.
我是陈德文，我是来接应你的。各位同胞，到了现在，我们不可以再沉默了。 当差唔可以发达嘅咩？当差想发达你就无良，为咗发达当差你就无知。大佬，咁你系无良抑或无知啊？为咗革命而牺牲爱情，我真系比唔上你。我阿爸虽然喺外国，但系从来未试过做啲对唔住国家嘅事。但系你喺自己嘅国家，竟然埋没良心，强抢救国革命基金。 你以为革命成功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好皇帝啦咩？喺帮会里边，你系大哥；喺正义面前，我大无畏。我对你哋好，你哋竟然反咬我一啖。乱世出强人，睇下边个挡得住我！